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老早，今日7月22日，是咱全民念佛。伫顶礼拜，台湾伫东北部，因为风台来势汹汹，予咱大家真烦恼。但是还未到以前，老祖就甲咱开始，大家用运用咱大家心、爱心、用心来念佛，全民念佛，啊，就会当逢凶化吉。啊，结果印证的结论，这回风台是有。来真大，但是未伤到咱啊台湾，啊只是雨真大，啊风甲雨本身是一体的，风甲水都是一体的，所以风不调，雾就不顺。无风就无雨，啊有风咧，爱适当的风就好。安尼时啊，即雨水就会正常。所以自从咱老祖金针端午节，啊落成去讲的下午3点开始咧。全国落大雨，台湾地区拢有雨，连续遐侪天，将台湾一个空旷现象全部解读，这也是天威，王禅老祖的天威，甲咱大家大众的慈悲。甲咱大家福报，所以全民念佛。这个节目咧已经20年了，啊，老祖开始，理念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，理念一直是咱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天灾永续、天运永续。世界和平，天下太平的原动力。所以咱每礼拜日的早时6点开始的全民念佛，啊，咱大家就用心来念佛。那么今日咱全民念佛的目的，祈求风调雨顺。风不调，雾不顺，国都不太，民都不安。你啊，风调雾顺的时，国都太，民都安。啊，这是一定的天理。所以今日又是咱全民念佛的好日子。咱委员呢，咱电视机面头前的。十方善信大德，
啊，大家一咧，啊，共同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就是皈依的意思。阿弥陀佛，就是咱的自性、本性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。遐无风胎，无水灾，无天灾，嘛无天瘟，而是和平的世界。所以咱将西方极乐世界的好的气候啊，召请来到咱地球上。来任何一个所在，咱就需要靠念佛。所以一旦咱念佛，啊，咱大家全民一心念佛，啊，你名扬两界，同齐来念佛，一时啊，咱风调雨就顺，啊，人就会清泰，啊，事业就会顺。家来就会和谐，祖灵就会安，这是上大的孝道。啊，咱的全民念佛，嘛是叫醒自己的灵性，叫醒自己咱的爱心，来为国修道，为人类来祈福。那么，这就需要靠全民念佛，下来力行，啊，用力认真来念佛。虽然你认为我啊，我念一时啊，念无啥。事实上，你的一时啊，已经在超越到时空，啊，万三千大千世界的时空，拢是光明的。何况我大家全民来念佛，咱的国家一定会足平安呢。啊，咱社会会真平安。啊，地球啊，自然风调雨顺呐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以上我阿上。啊，你认为讲啊，我这足无聊诶，那么你就念佛。你就有功德。啊，咱就咧讲啊，我念佛够有功德，你一个做功德就有啊。啊，用心来念佛，在家任何所在来念佛，我相信啊，咱会风调，会雨顺，我国会风顶啊，我国风顶。然后啊，世界都会真和平啊啦！啊，等下咱就对咱所为心地主动手，大家来念佛。万灵归心，三皈依自本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。当下此时，
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一切无碍。
圣众。
平生灵能平安。拆开门子，看这个谁看谁谁做谁，我告诉你，有谁做谁，看看要这个的有谁，这个的有谁，有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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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的有谁，那个的有谁，拆开门子，这个的有谁做谁，看看要这个的有谁做谁，啊啦啦啦啦啦，有谁做谁，有谁有谁有谁做谁，哈哈，看看要谁有谁做谁。
向好光明无等伦，还好安转无虚迷，看目澄清是大海，光中化果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调频显应灯。